你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我们的海底小纵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国宝特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款基地玩具。现在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一款香橙酷酷基地，把我们的香橙酷酷放进我们的香橙基地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基地是一个橙色的，这是一个橙色的国宝特工。现在把我们的国宝特工，这是我们的脸，对准我们的这个黑色的箭头，脸对准我们的箭头之后，现在把我们的国宝特工，这是我们的基地，把它收纳起来，好，固定好。固定好基地之后，放在这里。这里还有我们的人物，这是我们的铠之魂，这是我们的猎枪，把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铠之魂子弹放在里面，里面有两种子弹，蓝色和橙色。盖上我们的枪盖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铠之魂猎枪，用我们的枪指出我们的头部，瞄准我们的这边的按钮发射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国宝特工，头部对准我们的红色区域，的红色区域上面写着我是神枪手，这是我们的幸运转盘。现在来发射我们的第二发子弹爆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发子弹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国宝特工头部，这边头部对准我们的绿色区域，绿色区域上面写着我是冠军，哦耶，我是冠军。现在我们的第三发子弹瞄准发射，这是我们的香橙酷酷，箭头瞄准在我们的绿色区域，我是冠军。发射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色的箭头瞄准还是我是冠军，一个绿色区域，我是冠军。瞄准爆，这是黑的箭头瞄准了我们的红色区域，我是神枪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海底小纵队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，这是幸运转盘，我们一起分享了它的转动了我们的这一款幸运转盘。
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